玉米蒸肉饼，我家每次做这个菜，孩子都要多吃两碗饭。夹好的肉馅加玉米、糖、盐、胡椒粉、生抽、老抽、蚝油、淀粉、鸡蛋，抓拌均匀，再摔打9981下，这是好吃的关键。一勺花生油锁住味道，碗底铺上黄豆芽，肉饼铺在黄豆芽上，上蒸锅，水开蒸10分钟，再焖半个小时，焖到碗中半碗水就可以啦。水润水润的，是不是你也被馋哭啦？